怎么又跟来了？不好了，大师兄，说安禄村出现了妖怪，假身保护村民。不用，你用杀了我，阴魂不散。这次我可以不打碎你的内丹，但你要答应我，跟我回天龙城。我在练辟谷之术，修仙也要吃饭。你现在哪吃得给我？是想折磨我吗？那我就拿走了。喂。 不管你做什么，能与心爱的人在一起，即便是碧落，也是心然无愧。他是人，简直和庞博妖的惯例，小所有人都耻笑了。渣人怪物，这个妖怪整天跟这个妖怪混在一块，这是怎么回事？ 不是怪物，不是！醒醒吧，你醒醒吧！在很久以前的一个梦里，对不起，师尊曾经问我为何之劫，到了今天，我终于明白，手中虽然执戒，仍需天意成。 这唱的什么鬼东西啊！啊，活活妈妈咿咿呀呀的，听着就丧。你又跟来了？长沙布防官张启，你是来了？对不起，我不许你去。夫人呢？时不时的跑来问我您去哪儿了？长沙现在已经不安全了，保家卫国是军人的事，现在战况这么紧。 中华光复，日寇已吞。到那时，大家记得在我的坟前上炷香。有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怎么办？如果不是我正好碰见，你是不是又想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我只能支持你陪你一起完成，想都不要想。他是我的信仰，也是我的全部。佛爷，是我太惯着他。 送给你，都几岁了，还跟小孩似的。佛爷。 我打完仗，亲自会被平定。张大佛爷与手下将士临危受命，是与长沙共存亡。如果上苍垂怜，能够把他还给我，对不起嘛。歌文要好好睡觉。